你好，泡泡。阅读，认错没有那么难。打到朋友，要说对不起。弄坏玩具，要说对不起。让朋友伤心，要说对不起。说了对不起，还是好朋友。做错事了，要说什么？对不起。原谅别人，要说什么？没关系。都答对了。小书 DIY， 剪下边框。对齐折线，剪开虚线，折出纸型。涂上颜色，小书完成。